不需要，我觉得手还是会跟他放在中间，一样啊。就是你煮到差不多，你把差不多按什么，大概你各位家里的呀，最少超过10分钟吧。你把锅铲放在锅子中间，假设开始会有动的，你不能停，对。不表示这个豆浆即将要滚，这应该先关小火，要这样放手，不要这样动，要了解。